Hello，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疯玩。今天是我们行程的第七天，我们从萨尔兹堡出发，第一站是冰湖富斯尔，中午前到达圣沃尔夫冈，下午在巴德伊舍暂作停留喝下午茶，然后前往今天最后一个景点哈尔斯塔特，晚上我们在格林根过夜。这是我们的第一站，冰湖富斯尔。小镇坐落于美丽的富斯尔湖边，琥珀色的湖水非常迷人，整个湖区平静而安宁，宛若仙境。湖边有一个规模颇大的休闲娱乐设施，包括沙滩和游泳池等，您去之前可以有所准备，那里确实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。冰湖富斯尔最有名的应该是红牛公司总部了，这个享誉世界的饮料品牌发源于此。我们去的那天正好赶上不知道是什么宗教节日，小镇上正在举行隆重的游行。我们的第二站是圣沃尔夫冈，这个全称叫萨尔兹卡莫古特地区圣沃尔夫冈的小镇，坐落于奥地利中部著名的沃尔夫冈湖北岸。从小镇的公共停车场出来，满眼湖光山色，令人心旷神怡。餐馆门前鲜花盛开，沿湖餐馆和酒店林立，风景无敌。而水边则有泳池、日光浴等设施，满足度假的各种需求。漫步小镇，各式建筑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白马酒店所在的白马湖滨是圣沃尔夫冈的中心区域。说老实话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么躺着，实在有点不自在，因为躺椅的角度实在尴尬。在上面无法看景，只能观天，不知道设计者当初是怎么想的。除了游览小镇风貌之外，圣沃尔夫冈还有两个比较主要的游览项目，一个是沃尔夫冈湖游船，另外一个是夏夫堡登山火车。我们这次因为时间紧都没有去，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补上。午后我们离开圣沃尔夫冈，前往巴德伊舍。巴德伊舍是奥地利的一座温泉小镇。1849年，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朗茨·约瑟夫一世选择在此建立夏宫。1853年8月19日，弗朗茨·约瑟夫和茜茜公主在巴德伊舍举行订婚仪式。而镇上的皇家甜品店泽纳是弗朗茨·约瑟夫最喜欢的甜品店。店内甜品多得让人眼花缭乱，血糖想不飙升都难，所以吃货们都要悠着点哈。除了外卖，里面也有堂食的空间，装潢非常优雅，适合网红打卡。我们六个人点了六种不同的蛋糕，准备大家歇着尝尝味道。不过实在不推荐这种方式，因为这样的话，皇家下午茶立马就变成了周末大排档，惨不忍睹。吃完甜品后，我们稍稍游览了一下巴德伊舍，这是随手街拍，好玩而已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是哈尔斯塔特。哈尔斯塔特位于哈尔斯塔特湖湖畔，得名于村庄附近的盐矿。小镇依山傍水，这是山上流水形成的一个无名瀑布，十分的秀丽。历史上，哈尔斯塔特一直默默无闻，
直到1997年，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入世界遗产名录，旅游业才蓬勃发展起来。2020年，哈尔施塔特人口为780人，但估计每天来访的旅游者介于1万到3万人之间。如此众多的旅游者给小镇带来巨大的压力，为此当地已经开始限制每天的旅游巴士数量。现在每天只有54辆巴士可以进入小镇，大概只有原来数量的一半。哈尔施塔特的湖边颇有水乡韵味，湖上有成群的白天鹅悠游，恬静而和谐。不时有游客泛舟湖中，划破平静的水面，给周遭的宁静带来些许动感。从此处望去，哈尔施塔特的美实在妙不可言。夕阳西下之时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哈尔施塔特。当我们到达格林根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9点左右了。好在旅馆还给我们保留着房间。镇上的餐馆大多已经关门了，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两个还在营业。我们明天继续南下，前往斯洛文尼亚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最后再把整个24天行程放在这里，供大家参考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点击画面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然后打开边上的小铃铛，选择里面的 All。 也欢迎您点赞或者留言，谢谢。